不化妆，在个口罩。还有没有化妆的？现在两位开始化妆了，这边也是开始化妆的。哈哈，今天天气好好呀，路过的美景都错过了，真不错。刚打开相机，景色就过去了，秒回了。到京都啦！现在在等饭啊，那个猫的吐司好可爱哦。这个好可爱呀、啊！因为我们被这个东西隔绝了。好像确实感觉不错。高总加油！那么我跟你用的一样吗？不知道什么妈的用哪个行李箱的。终于到酒店了，是红色村吗？没事，走。看，先关一下，是一个远景房，好好看、啊。这里有一缸，这里有远景，这里就是镜子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先出门了。从酒店出来就有樱花，好开心啊！现在去岚山看渡月桥，200耶，还挺便宜的耶。去坐那个小火车，然后就没买到票，所以现在就佛系的从竹明回来随便走走了，比较喜欢这种随遇而安的旅行。真的到处是鬼面耶，但都是展示品，好可爱呀。这边有宫崎骏的，看到了一片超美的樱花，前面就是渡月桥啦。发现一个好可爱的小孩子。回酒店了，冷死，太冷了，我待会穿一件你的卫衣。出门前出门后，对，像逃难一样。这边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洗面台，这里面应该是对，是一些可以用的护肤品什么的，比如说这个是泡澡的浴盐，这个是梳子，
然后这边是 Pola 的一些试用装、乳液这些。这个盒子的图我也很喜欢。哎呀，我超喜欢这边的景色，好好看哦。你可以关灯，然后也可以开灯，蛮好看的。休息一下，去吃饭，好累啊。可以看风景的地方吃饭，在鸭川的旁边。现在在一家可以看樱花的吃披萨的店，这个算西餐吧？算意大利菜是吧？对。OK。它这个好喝耶！你这个好柔滑，像饮料。你这个怎么没有味道？这个好柔滑、啊。我这边就酒的感觉。我这个就是一个白特的。吃烧鸟自备的六婆，这个饭店还有毯子，好爽呀！